你要回小村村？是啊，前几天娘传信给我，说冰潭有异，我不放心，想回去看看。而且现在火灵蝶指向了火离人，苍虚必定会到小村村去找，我得在他们之前赶到，保护族人。你一个人回去可以吗？我和你一起回去吧，我也想娘了。不行，你们说好要陪我去找张问天报仇的，至少得有一个人陪我去永夜城。娥皇，你这段时间都跑哪儿去了？这个还用问吗？我当然是去追张问天和妖师了。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他们两个有多不要脸呢？居然还敢回永夜城，我真想抢。你说你都找到他们俩了，你就不能自己解决吗？喂，年轻人，用点脑子好不好？我要是真身还在，我还用千里迢迢的飞过来找你们啊？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可是答应我了要帮我报仇的，不能说话不算话啊。好好好，我帮你就是了。我陪你去永夜城，顺便打探一下土灵蝶的下落。你最好了。土灵蝶？嗯，我看土灵蝶的指示八成就是在永夜城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喂，怎么说话的？什么一个人啊？小心我插你啊！我只插你两个眼睛。我跟英南一块去吧。天一，迷尘死后我便日日练剑，等的就是这天能为迷尘报仇。好，那你们万事小心。嗯，尤其是你。放心吧，我和天一会互相照应的。你也是，要多加小心。嗯，那明天我们天门峰集合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应奇，其实有些事情我想向白师兄确认一下。好，你去吧，我会在乾隆所等你。出来吧。昨日再次屠杀慈云山庄一事，是不是师父命令你做的？谁做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慈云山庄的人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死人，再也不会有人出来指认你了。你如今留在曾虚，和在洛仙宫并无二致，都只是被当作杀人的工具。我不要你逃离洛仙宫，又落入另一个囚笼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做。在洛仙宫，我是被逼无奈。我明白。
会在苍虚，我出现在这儿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。那你杀了无名一点也有你的理由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慈云山庄的人是否都是我杀的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是又如何。我应该早点看清楚，你就是一个冷血的人。